快为金钟50按赞，天天送5000，还有机会玩彩金摇摇乐抽6万大奖。很多人都觉得自己的鼻子塌塌的，看起来好像时尚度大扣分。现在你再靠近一点看，有没有发现呢？我的鼻梁已经明显长高了，靠的居然只有凡士林跟痱子粉。网传布洛克超强免动刀隆鼻法，痱子粉凡士林4:1，得用手以揉面团方式和匀，等到质地稍微固化，这时候再加入比自己肤色深一个色号的粉底，一起调匀。像粘土般的那个质地就 OK 了。可别以为捏好就大功告成，秉持着鼻梁中央较厚，逐渐往两侧变薄原则，最后补上粉底，才能升级名模挺鼻。普专家表示，制作时间实在太耗时，其实使用眉粉眼影就能达到视觉上鼻梁升级效果。第一次使用的话，应该需要蛮多时间哦，至少要3个小时以上哦。眉粉啊，或是眼影啊，只要接近深咖啡色的，来自己把它做出鼻影的效果，也反而也很自然。布洛克超强化妆法让网友直呼好神，只是这样的技术，专家建议还是看看就好。记者陈振茂、李佩轩台北采访报道。